台湾五宝故乡和大陆社会共倒去，五宝田变槟榔园。为了一份感情，回乡见五宝。做囡仔吼，做爱田园内底黄国鸡啊。啊！你只要小可，啊，你也小可估一下哈。你迄个五宝园，你也找无囡仔哈。当年了钱，忍受考试，十多年来开发20-30种产品，农民嘛该等来见五宝。在这几年的发展过程当中呢，物件都愈多啊。我发觉讲农民原来，但门家口都会当做生意啊。请收看拜两高点，台语第一清。